阿杨局长啊，佢系喺天上人间，根本就唔知道人间嘅痛苦。谁的窗台种满鲜红的盆栽，固执的应该谁踩碎夜幕爬上来，不梦幻的我的弟弟都给我烈的不相爱，谁带人海随波逐流的感慨，浪漫情怀被岁月冲刷成死白，一世热血和期待。示威者达到500,000人，多渴望找到时光的隧道，从回到简单容易觉得好在乎了，敢疯狂拥抱，敢将伤痛忘掉，不知道害怕就没什么烦恼，一旦领教现实残忍，会战会先逃，一旦时刻保守做得出来，政府是外以来的失误的好电话，但是香港六年了经济就未好过，最失望之人失业了，最惨辛苦值不值得啦？是值得的，如果真的你走下街的，真的吃力，我们认真的。